写出来，插入程序，清除。然后呢，你就怎么样呢？这边 copy 一下，好不好？头尾不要 copy 之后的话，改一下就可以了。确定范围，范围一样是列，一样是栏，对不对？只是里面的东西怎么样呢？输出什么呢？输出的结果一样是 sales。哦，然后呢，等于什么呢 ？sales， 刮胡 ，i 逗点 j 刮胡等于什么呢？双引号两个，这样不就好了？哦，范围决定丢空字串啊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、啊、你想说这样 O 不 OK 呢？试试看就知道了。插入美工图案，哦，那这上面的话，我就先换一个图示就好了，反正。这个颜色都不对了哦，随便好了，反正这个上面打一个清除，指定聚集清除有没有？按确定，哎，这个有没有清除？清除了，有没有？了解意思吗？那这样就不就清除掉了？所以啊，你看程式只要会写，写完之后就可以改了，复制贴上之后啊，清除的部分呢就是什么呢？就是 sales 空字串，所以 for 回圈都固定的嘛，所以你只要知道列。只要是知道栏中间 sales 开头，后面就是公式，那中间再加一个 if 判断，变化就可以很多了。哦 ，OK， 试试看好了。最后呢，请各位做出来万年历清除，万年历清除，这样就可以了。OK，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